Oh my god. <笑>你怎麼可以干擾別人呢？<笑>你這樣是怎樣啊？<笑>啊，弟弟不可以干擾哥哥寫字哦，好嗎？ 再来下一个小节，来清写上，可不可以？你要干嘛？弟弟怎么欺负人呢？ 你要画工整一点，别乱画哦。哎，不能乱画，乱画这样子就看不出来了。啊，认真的，那是表示，不是需要的部分。 你干嘛？ 木箱骨摆在这边啊。